接下来我们看题目。第一题，各种仪器谁可以加热？可是要垫上陶瓷纤维网。仪器里面两种是不可以加热的，试管是可以直接加热的，烧瓶可以加热，可是通常会间接加热，垫在陶瓷纤维网上面。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OK 吗 ？OK。停车站借问，谁不可以直接加热？谁不可以直接加热？我们请可爱的谁啊？来，三四，没有来，二二，谁啊 ？B，A B 的 B， 你说。试管、干锅、燃烧池都可以直接加热，吉吉饼干写过要垫在陶瓷纤维网上。请问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问，两桶，跟你讲过，两桶只有一种用途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子，不可以那样，不可以那样。我们要找一位帅哥男，帅哥男叫做23，猪。你说，两桶只有一种用途，叫做量液体体积，不可以加热，不可以配药品，不可以发生化学反应。例题二，何者正确？用剩的药品不可以再倒回去，免得造成污染。然后呢，滴管吸压一压，挤挤出来是重点，就是那个药品不可以跑到那个橡皮球里面去。点燃了酒精灯，用火柴跟打火机，不可以用酒精灯点酒精灯。然后稀释浓硫酸，要把浓硫酸倒入水中，缓缓搅拌。所以我们答案选的叫做“猪”，可以吧 ？OK。请问你谁是错的？谁是错的？谁是错的？这位叫做你们班没有十八号，二十二号 ，A B 的 B 是错的啦、为什么倒药品的时候手要握标签纸？因为你倒下来的时候，标签纸在另外一边。你如果有一些药品留下来，不会去污损那个标签纸，这样的话你可以永远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所以要握着标签纸倒出来，然后呢要专管要专用，然后不要到处通通到处吸，然后免得有污药品被污染，啊，所以那个 B 是错的，讲过了，管试管加热管口朝上或朝下，重点是不可以朝人，重点是不可以朝人，所以呢 B 是错的。练习四，请问你谁对？谁对？帅哥美女，要找一位美女。Number five， 霹雳五号。C， 你坐。A 选项，目光要平视，所谓的垂直两筒，然后两筒要摆正。然后呢，平视最高点或最低点，然后呢，不可以随便去吃药品，药品都是有毒的，所以不可以，实验室不可以吃东西。酒精灯要加八分满，不要装太多，也不可以装太少。就是我们跟各位做一下练习，了解一下实验室的各种操作。OK。